哦，那很重的，帆船很重的，用起重机在吊。用起重机要吊吗？钓网上面放的，嗯，然后人家跟店长两个人，哦，那个比较贵，这一堆相机。准备接下来就请假。记录的很多。那比如呢？休息啊，很休息。帆船吊挂中。哦，外国人都来观看。现场是很热的哦，不要怕热就可以到现场来拍摄。哦，好多空拍机。哦哦哦，完全要放在正中央啊。然后早就堆好了很多金子，铁神的是金子，还有很多，还有火化的东西，船上也有天花板，前方也是千岁王爷的殿，后方是妈祖的殿。皇城上面还有供奉神明，前殿后殿，前殿王爷的庙，后面妈祖的庙，还要绕三圈的吗？就定位以后还要绕三圈的，绕圈三圈零四有没有开火化？三零零四，三零零四，三天绕进去，然后消化完。哦，赶快，赶快。